今天是短片精的拍摄的第三天。昨天晚上我说了，就是表现的不是很好，就是没有，我觉得没有完成。因为今天会收的早一点嘛，我就问他有没有可能再做两个 take。后来他说没有问题，他说不用担心。我始终觉得就是还差一点，对我来说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需要努力的。如何在比较快的时候把这个情绪各方面准备到位，然后把词给就是准备的更充分一点，更充足，更熟练一点，或者是我不知道这个语言啊和台词这一关，我确实是比较弱，我确实要想办法下功夫。既然导演叫我放心，然后不用担心，那我就努力的把后面的戏拍好。Anyway， 调整一下心情。昨天晚上睡得马马虎虎，不是那种最好的状态。也没有说睡不着，但是好像有做很多梦。好吧，接下来还有，今天是第三天，还有四天，所以努力。Take 30 Charlie, take 5. Mark. Alright. Sound set. Camera set. Action. Reset. 看到什么？稍等一下，我们OK。那你有办法避开吗？还是换一个地方？可以避。OK， 好。第一场戏顺利完成，接下来正在 set up 下一场戏啊，我叔女儿那一场。
Same 12 girl take to Mark. Thank you. All set? All set. Action.太黑了 ，sorry， 我也看不到他的脸。我给你干到一百个，你看一个他。啊，一百，我这个灯干到一百，没有开到，不要看。到时候定点了。嗯。到时候定个点呗。可以的。到时候之后都是坐下来。好了，我们你们要挑吗？我们再来一个。Okay, let's go for another take.你跟女儿的戏就三天就拍完了，今天也没有那么难，就是都拍好了，然后休息两天，接着周末再拍三天。说起来，做演员还确实是就是比较舒服，怎么说呢？你。拍摄前你反正提前你的时间到了你就化妆换服装然后就在等然后拍摄休息的时候别人在忙set up 也好做什么灯光也好做美术道具也好摄影的这些假机器也好你都是在等最多也就是站站位之类走走位也就是表演方面然后每一天拍完的话基本上算是第一个可以走的所以他们还是挺辛苦的也很感激就怎么说呢其他的组员还是挺辛苦的特别是摄影美术灯光这些都还挺辛苦的他们很多东西要收拾嘛要搬回去要怎么收好要还啊什么的很多工作OK 今天就到这样到这今天就到这了明天后天放休息然后大后天周五周六周日三天继续再拍